民众伫超市通买到的菜瓜，除了通食以外，甲伊拍好大，佫会当食做洗碗盘的菜瓜布。现在是伫咧家己的中部，有一个艺术家甲菜瓜布来用来创作。伊甲菜瓜布透过剪，打加做是动物，甚至是龙。即阵带观众朋友最近来看卖，用刀甲已经拍大的菜瓜搞开。把内底菜瓜先摕出来了后，再搁用膏啊来黏起爱的形体，哪加哪黏哪倒。菜瓜布唔能会当摕来洗碗，搁会当做一尊观音。较早看妈妈因拢是摕来洗碗碟，啊，不过即卖会使做成安尼，我感觉就特别。像这个帽子，我会经足薄迄种菜瓜布，较有法度家做出伊即种轻飘飘的感觉。大概用了大概才要用了十条的菜瓜布。才给塑形起来。除了形象的作品以外，陈小美做上多就是动物的作品，有高水的猫头鸟、兔仔，毛代表好几条鸡啊、甲龙。老师讲用菜瓜布做一尾龙，上困难的就是龙头的部分，内底一挂较幼弱的所在，需要时间嘛爱专心，才有法度做出来。咱做一个物件，做甲好人感觉是一个足活的物件，啊，搁像观音嘛，做甲好你的感觉，就是做甲足庄严的。就是他真的静下心才做过这东西做得那么好。伊这个嘴的表情真上歹做啦，这个上歹做，吼，也是伊的这个角子嘛，无嘛这歹这歹这歹捏的啦，这歹捏，因为伊这油的。伊会当加一个足平凡的东西，啊，改变个足无同款足精致的物件出来。陈小美讲，在我当前配合农会推广，接受菜瓜布的创作。迄当阵因为要做互囡仔耍，才豆豆啊培养出兴趣。虽然即马已经无啥人在做，伊也是豆豆啊来创作甲推广，希望让这个在地地产延伸出来的技艺，会当继续保留落来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